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联合报数位版有 App 咯。马上就来跟大家介绍几个重点功能吧。已经有 UDN 新闻 App 的人，现在只要更新，就可以在同一个 App 里阅读联合报数位版咯。欢迎现在立刻下载。在 App 首页点击联合报，就可以进入浏览。新闻栏目类别与官网相同，不过多了可以客制化栏目的功能。展开右上角选单，长按拖曳，就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频道的顺序。眼尖的你有发现每则新闻的右下方的耳机图示吗？直接点击就可以收听该则新闻的内容喽。让眼睛暂时休息一下吧。播放器是连续播放下则新闻的，也可以至设定按钮里调整播放单篇，点击荧幕其他区块可以在背景收听。在播放器里点选关闭按钮，就可以关闭播放器的功能。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呢？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更方便的功能哦，就是在手机里也可以阅读报纸哦。联合报数位版一次提供7天份的报纸内容，在右下方点选版面按钮，就可以选择想要看的报纸版面。点击报纸新闻，可以进入数位版的浏览模式。喜欢读报的你，也可以直接用手指放大或缩小，让读报不会弄脏双手。除了每天的新闻，听幕后栏目提供联合报数位版每周策划的 Podcast 节目，在单集介绍中可以知道节目在不同时间内的重点，直接点击播放，可以一边继续浏览其他新闻的内容，或退出 App 在背景播放，丰富你的每日生活。联合报数位版是订阅制的产品，直接在 App 里就可以订阅咯。首先选择适合你的登入方式，登入会员，登入后前往了解订阅方案内容。目前三种订阅方案中，推荐大家年方案是最划算的选择哦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邀请您订阅支持阅读我们的深度内容报道哦。